Hello， 我是 Willy 啊 ，iFish 的 BDN 啊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iFish 的展台。啊，这次 iFish 所展出的重点集中在低度投资啊，轻松建制啊，用快速简洁的方式帮助工厂建立最简单的机台联网方案。好，机台联网方案的第一步当然是它的可视化，所以研华所提供的啊，包含整个工厂的建制，包含它的机台的实际上的维运啊，以及它的运转时速的监控啊，甚至包含它的换线时间，甚至它的品质异常的分析啊，这些 dashboard 研华都有标准的 dashboard 予以呈现啊。这些 dashboard 呢，它相对于研华所采集的，会有包含它几种不同的边缘模组，包含 CNC 啊，包含像塑胶，包含 PCB 啊，包含电子制造。那针对电子制造，研华还提出了一个特色的方案，就是所谓的三色灯截取方案。三色灯截取方案就是包含上面的小型的三色灯的光源检测模组，以及建置在3600内部的所谓的 pre-config， 就是资料预处理的一个先进模组啊。这些采集模组呢，会采集相关讯息做资料的呈现。好，那研华所提供的不只是单纯的 dashboard， 它可以建置所谓的云方案啊，它也可以建置所谓的地端的local service 的方案。好啊，所有的讯息啊，最后除了在 dashboard 上面做呈现啊，也可以在手机或平板上面采用 LINE 或微信的推播予以呈现。好啊，以上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智慧制造的机电网方案，谢谢。